大家好，又到金哲老师的速读时间，一样订阅免费，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，那把小铃铛打开，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。那如果对老师很赞赏就按个赞啊，再把它分享给好朋友啊。那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加老师来，老师的 ID 是0918568516哈。那我们说这边是，这边是，我们刚刚这边哈，这个要放这边，结果放错的地方啊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差多少啊？一二三，哦，四五六七，哈，这个放八哈，差个八。好，那这个整个差一个哈，是不是一二？是不是差是个三？哦，那这个三杀上来，这个就是三哈。那这边呢差一个哈，来差一个是什么哈？一二三四五六。六七哈，这个八哈，放个八。好，那这边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差好，这边差一个，把它写上去好了。这个是不是放一个四哈？哦，对不对？这个四哈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四杀下来，这个就放四哈。好，那这个四杀过来，这个就放四哈。这个四杀过来，这个就放四哈。好，那这边呢，差一个。差八，这边差一个也是差八，这边差一个也是差八哈。那谢谢大家哈，大家